心跳而已。但同一飙车党的我看到这个动作，也要有所行动啦。不好意思打扰啦。说到靓仔的无限剧，本来是想跟在身后继续打扰他的，但下一秒神婆就变成了他的目标。我理解靓仔想开始宣传的想法，但这种看着我又转身向空气出动的招式就很迷，在追与不追，要追哪个的问题上，终于在神婆溜达后，对方做出了选择，我们变成了下个目标，要溜啦。当靓仔翻窗时，你再任性的接住他。每当这种情况，两个人都会疯狂给自己加戏，飙着假动作，然后在对方主动出击后结束这场表演。我们再看一眼头上的电击数量，简直毫无压力。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我的头撞到你的锯上了吧。为什么这样子，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。之后我们在神婆扛头下被救了下来，你们懂的，马上一个大心脏，然后又是整整齐齐一家人。当然也可能只是暂时的，继续给队友争取开大门的时间好了。没错，两人又开始飙起了假动作。虽然最后没能逃脱倒地的命运，但就队友三人逃生赢得胜利。再见。